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们今天要玩 Burn Wars， 我们今天要跟白粉来对战，白龙 VS 白粉，看谁能够获胜。好，这边是所有我答应邀请好友的白粉，那我就直接从上次登录时间最短的开始邀请吧，然后看能够对战几个，对战三个好不好？三个白粉，因为我前面其实已经有录过一段影片，中间等待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我们从登录时间最短的来邀请对战吧，来吧。然后如果该位玩家没有在线上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跟他的就是历史记录来对战。OK， 我们直接跳过等待，直接与对方的战斗记录对战，来吧。林叶云，小朋友，应该是小朋友吧，我不知道。OK， 不知道白龙跟白粉的记录谁会比较强。哦，这个是有一样的图案跟颜色就按一样的，没有的话就要按完全不相关的。OK， 像这个就要按完全不相关的，连形状都不相关的才行。OK。OK， 398:22。顺便介绍一下之前没有讲到的一些小游戏吧。OK， 这个之前好像有讲过，按照顺序按那个数字，然后红色的话就按照反的方向按。OK。好像蛮顺利的哦。OK， 600多比200多。好，第三 round，round three，final round。OK， 这个是点击下面的数字要加起来等于上面那个数字。九八，哎，错了。六八五五五九八六七八哦，500多比300多 ，OK， 加总起来的分数是1600多比600多，获胜，按个赞。哎、欸，对方在线上吗？好，那我们对战下一个吧。林叶云打过了，然后打下一个玩家郭伟博，来吧。等待中 ，loading。其实可以从中间的那个就是能力值分析看出来这一场的对手的强度 ，OK， 郭伟博来吧，按一些表情符号。OK，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切换中间那个圆圈圈来符合掉下来的颜色，按一下变红色，像这样子，这个。头脑要那个转得很快哦哦，战况激烈，1000多比800多哦哦，好刺激哦！欸，我觉得玩多长一点好了，三个白粉有点少，五个好不好？五个，看登录时间最近的来邀请。OK， 记住这个是要避开炸弹的位置。然后吃星星走到终点。OK。OK， 500多比81，耶！
我觉得按这表情符号超可爱的。这个是照反方向来按，这个最难呢、欸，我玩这个超烂的。这样，啊，按错了。OK， 600多比53，耶！白龙二度获胜。哎、欸，我玩这个游戏是不是蛮强的、啊？2000多比1000。好，我们找第三位来对战，陈俊杰。来吧，目前比数2-0，白龙 VS 白粉2-0。OK， 我的正确性已经快能力值快满了，代表说我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很谨慎。好，中间这个是。就是按出上面那个上面的牌的图形，对照上面的牌的图形按，很简单。0DH5 9 3 6 2 1 CJ AB 7 8 4，好像蛮顺利的哦。500比200。我把这个头像移上去点好了，不然等一下不小心点到就终止入营就糟糕了。OK，Round Two， 这个是按出颜色最多的那个方块，红色最多，蓝色最多，以此类推。OK， 蓝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红色。OK， 哦，方块变多了。OK， 1000比400，按个表情符号。Round three， 加减乘除，按出正确的运算符号。这个之前有玩过给大家看了。OK， 按错会扣分哦，所以不要随便乱按。我看到对面的白粉一直按错，OK， 300比100，总积分比数是1900比800 ，OK， 白龙3-0获胜，哎、欸，没有获胜，我在玩 ，OK， 我在邀请两位野人 Red 的。来吧，目前白龙无懈可击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然后邀请我当好友，我可以再继续拍这种系列。如果想要跟白龙挑战，觉得白龙明明就没很强，怎么会这么嚣张？Round one， 来吧。点击加法，剪在一起。这个玩刚玩过了 ，OK， 来吧。6 9 5 8，八六九九六九九五九八八这样九七 ，OK。Round two， 我最喜欢右边那个雨伞的游戏了，拜托选到那个，耶、yeah! ！这个我觉得好有趣哦。哪个？闪避那个闪电，然后接雨水。这有点像之前有一个小游戏是僵尸的游戏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。我也可以实况那款游戏，就是很
很让别人暴躁的游戏。Round 3， 最后一 round， 来吧。OK， 选中一样的数字或者是英文。三。这是哪一个？三、八、九、四、一、四、五、七、四、八、九、D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总分，2000比500。OK， 我们挑战最后一位白粉吧，来吧。Len Che Wei 是这样念吗？最后一位白粉，4比0，白龙4比0。等待中 ，loading。OK， Len Che Wei， 我应该没念错吧？Round 1 OK， 其实游戏都有点重复了，常出现的就这些游戏的感觉，来吧。玩这个有时候会卡住一下，会突然看不到。Round 1我输了，有点紧张哦，有点紧张。OK， path to safety， 这刚玩过了，来吧，吃星星，走到终点。其实白龙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，碰到强劲的对手会很认真。耶、yeah, ，拉回来了 ，Round 2赢回来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 round， 谁会获胜 ？OK， 这个它有一个黑色的线框，要把图形符合黑色的线框。OK， 点方块的话，它会消掉，然后它会往下掉，要掉到刚刚好，像现在这样。这样，这个图形的概念要很好。500多比80 ，Yes。第一场输了，应该有赢回来，2000比1100。耶、yeah! 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白龙 VS 白粉的 Brain Wars 就玩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款游戏，可以去下载找白龙 PK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说：“白龙，我想跟你打，赶快录制跟白粉对战的影片，这样我就会继续拍。”然后每一次都挑个几名出来，然后我会在粉丝专页那边 po 我。录制这款游戏的时间，所以如果想要跟白龙对战的话，就在那个时间内上线，然后我就会邀请你。好，我是白龙，各位白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